想为家换新装的民众呢，这里有一个消息可以给您做参考。2021花莲国际家具名床沙发原木装潢大展即日起一连四天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登场，标榜着高级品牌、优质厂商，还有年度最新款，要让花莲乡亲有不一样的居家生活体验。2021花莲国际家具名床沙发原木装潢大展汇集了台湾十大绩优厂商，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展示了最新最舒适的新款家具。像我们公司是星光三月特约厂商啦，然后我们一般的话展览期间我们有一些名床系列，对，那现场的话有一些完全没有独立桶的床垫，那也有独立桶的可以提供消费者去做选购。那我们的沙发部分也是很多经典的款式，对，有一些欧洲款的沙发，好，提供选择，那全部都是台湾制作的，可以尺寸量身去定做。原木的部分的话，这次我们有带来北美的胡桃木，然后跟老柚木，然后去可以提供消费者去做选择。那当然现场也有一些柜体啦，如果说有一些装潢需求，然后柜体的需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去帮你们去做一下规划，对，东西蛮多元化的。现场展出了最时尚流行的商品，还有欧式精品家具沙发、世界品牌名床、艺术大板家具、原木、柚木精品、日式和风精品、儿童家具、名牌好枕、能量床垫，还有人体工学成长书桌椅等居家的用品。像现在的话，其实全球暖化的关系，所以说温度是会越来越热啦，对。那以我们家来讲的话，我们就是采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原料，然后下去做凉感透气。那现在睡眠其实大家都还蛮讲求的，是睡眠品质，对。所以说我们的床垫都有抗菌防螨，对，不会闷热。那这些就是以往像材质部分就有做到很多的提升，对。这是跟一般以往的是不太一样，这些都是全新的东西，对对对对，然后跟一些透气材料这样子。现场还推出了优惠成家专案，全面式批发价还可以再特惠，展出的时间只有到4月12号，想换家具的民众不妨前往参观参考。记者惠欢市报道。